好，我是 Mandy 啊。咁我平時咧都好中意賽馬嘅，咁我都有喺唔同嘅地方有少少心水同埋分享俾其他嘅觀眾嘅。咁我會喺有幾個網台會分享啦，一個咧就叫好大個網嘅網台，同埋另一個網台咧就係世榮嗰個網台會分享我嘅心水嘅。咁今日咧，你帶咗啲咩心水同我哋分享咧？今日咧就分享一條過關三穿四嘅。咁我第一場揀嘅咧就係第二場。第二場咧，我就揀咗呢只美麗新星嘅。咁啊，美麗新星咧，其實之前啊少啲跑谷草嘅賽事啦，上次又跑泥地啦，今次點解你會揀佢咧？咁咧今季咧美麗新星其實係跑咗兩次嘅啫，但佢今季咧落咗五班之後咧，前嗰場千二米咧田草同樣都係用翻波件事嘅喎，咁嗰次咧加咗頭掣之後明顯好咗，係拎咗第五嘅，咁今次係真情啦，可以睇翻其實佢可能頭嗰兩場佢都諗住係減分嘅啫，佢啱啱上季季初嚟嘅時候咧，佢其實可以睇翻係有成70分嘅，而家已經減咗一半分去到35分嘅啫，所以我認為咧係而家呢個分數咧係有機會可以拎贏到 pace 或者可以贏到添嘅喎。咁呢只馬咧，其實外地都係跑開啲千六米嘅賽事啦。咁我相信咧，增程都得嘅。咁啊，除咗呢只之外咧，咁啊，其餘場次你揀啲咩馬咧？係啦，第二隻我揀嘅咧就係第三場嘅四班千二米，揀咗呢只福滿步嘅七號。咁啊，今次咧用中翼禮策騎啦，係咪因為減磅所以你揀佢啊？係啦，咁同埋喺到佢今季咧個成績其實都唔差嘅喎，對上嗰兩次咧都入 Q 嘅，一次第二，一次第一嘅，今次減咗九磅啦，用翻中翼禮，同埋個檔位更加比上一次好咗添啊，有個三檔，贏多次都唔出奇㗎。係啊，同場咧睇翻都幾多快馬嘅，希望咧如果個步速扯得快啲嘅話咧，佢衝上嚟就會容易啲啦。始終呢只被動馬嚟嘅，咁啊你話就要三穿四啦，咁第三關揀啲咩馬咧？第三關咧，我就揀咗兩隻馬去揀翻連贏位置，好分少少啦。因為我首先揀嗰只咧就比較熱少少嘅，就係呢只十二號嘅電子兄弟。咁啊，電子兄弟其實都係敲緊門噶啦，成日都諗住贏噶啦。今次轉場過嚟，咁點解你會揀呢只咧？電子兄弟其實我對上嗰兩次都有揀佢噶啦，咁可惜啦，馬博咗兩場咧都拎唔到第一嘅，但係可以睇翻啦，今次咧轉咗蘇少輝啦，佢特登咧走去試咗個谷草千二米嘅閘，同埋咧騎練佩達咧其實成績都唔錯噶喎，有三 win 兩亞一季嘅，咁今次咧好明顯係好有決心贏噶啦。咁啊，希望今次電子兄弟啦，用蘇兆輝啦，睇下會唔會用個放頭嘅跑法會跑得好啦。咁你啱啱就話呢一場咧就係用連贏位置 Q 啦，咁另外一隻配腳係揀啲咩咧？另外嗰只配腳咧就係健康心靈。上次係巴道騎啦，今次係希威森。係啦，今次係希威森，但係我發現咧，其實希威森咧同場咧都有另一隻馬揀嘅，佢平時騎開咧就係呢只對行之星啊，佢竟然揀一隻比較冇合作咁多嘅馬房啦，或者呢一隻馬係比起即係可能喺佢心入邊咧看中成績會好少少嘅呢只健康心靈，同埋上次咧一五三場次嘅時候咧，佢拎第三，好明顯咧就呢只馬咧可能已經開始狀態好啦。咁就希望佢可以入到 Q 啦。係啊，以往呢只馬咧，其實出賽嗰個頻率就唔係好正常啊。希望今季咧即係表現穩定啦。咁啊，今次咧 ，Mandy 又帶咗三關俾我哋睇啦，重複下佢嘅推介啦。揀咗混合過關三穿四獨贏同位置咧，首先係二場六嘅美麗新星啦，三場七嘅福滿步都係獨贏同位置。咁另外第四場揀咗兩匹馬啦，九號嘅健康心靈同埋十二號電子兄弟連贏同位置 Q 總共20注嘅。咁今日咧唔該曬 Mandy 你嘅分享啊 ，Thank you。